这是我家里仅剩的几个热情果，都被我吃完了。很甜，它这个果子是一个纯甜口的果子。它和百香果不一样，百香果是酸甜的，它这个是纯甜的。虽然它跟百香果长得很像，但是它不是百香果。看这果子，姐妹，多饱满，看着就好吃。如果你没吃过这个果子，姐妹，你一定要尝一尝。这个果子现在价格真的是比我之前买便宜太多了，而且我在我们这超市看见这个果子，它都是论个卖的，15元一个。